看看新闻网。魔术真人秀魔法偶像十二进十晋级赛已经打响，就是你那个魅惑还是不够杀人。世界魔术大师刘谦亲临节目现场坐镇评委席，给选手带来极大的压力。说真的，我有一点觉得失望，只表演这一个魔术也未免太混了。选手们各显绝技，为自己的魔术梦想全力以赴。刘谦，刚有听过名字，而且我说呢，我要送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。唯一的胜者将有机会参演大型舞台魔法剧，并获取百万的演艺合约。魔法偶像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。三位评委分别是来自中国台北的综艺界主持天王黄子佼，我要找的魔法偶像必须能够掌控全场。最具亲和力的百变精灵著名主持人豆豆，我要找的魔法偶像话不能多，舞台上的霸气却一点都不能少。屡次创造奇迹的国际魔术大师刘谦，必须要是一个有才华、有创意、有热情、具备技巧还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。我非常非常期待会有这样的人出现，让我惊艳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见证奇迹吧。